对不对？我吃现实的，哦，没有啦。OK， 来，我们这几位老师呢，唱的好不好？如果好的话，再次热烈掌声给他们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又唱又跳，真的很带动。接下来呢，他们就要把麦克风拿下来，准备呢带来一首相当好看的舞蹈。来，这首舞蹈叫什么？请我们的一类。唱歌吗？不然，这几位老师呢，现在要带来一首舞蹈，一支舞蹈相当好看的哈，也是呢 ，Mia， 我是主持人 Mia， 我是 Mia 的一个偶像，卡尼露娜的一首歌《Why Not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好吗？这首歌呢，他们也会下去呢，跟小朋友、跟现场的帅哥美女们互动。如果呢，你们有意愿的话，站起来动一动，好吗？今天是天气相当好，我难得的。星期日的假日哈，所以呢 ，holiday 都应该怎么样？应该 happy， 对不对 ？OK， 来带来这首非常好看的舞蹈 ，Why not？ 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。几位老师相当的辛苦哈，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面呢，又唱又跳的，流满身的汗呢，只为了把我们的爱呢，以及我们非常棒。